早餐不知道给娃吃什么，那就试试这个虾皮清汤面吧。做法简单又好吃，碗里放番茄、葱花、紫菜。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含钙量高的生晒虾皮，每次只要一小勺，汤的鲜味一下子就上去了。调味加盐、生抽，再来一勺猪油。面条下锅煮熟，趁它不注意，舀几勺汤到碗里，放入煮好的面条，这一碗下去真的给肉都不还。